即将进入游戏。你暂时无法离开，这里已经不是你原来的世界。我是你的监管者，你可以称我为系统。你现在已经进入了无限游戏的世界，这是你的第一场游戏。只有胜利通关，你才可以暂时离开，返回现实世界。如果失败，你将失去一切，包括生命。完成任务，你就可以回去。游戏中，我们都是演员，太阳快落山了，那个怪物很快就要出来了，我们一起。怎么还不出来？这里面有人吗？对呀、啊，开下门，我们商量一下对策。你好，我是前方员。现在我们已经有六个人了，接下来我们再去找其他演员吧。那个规则上说，如果天黑之前不投放一名演员进入地下层，现在天已经快黑了。哎呀，别急嘛，等找齐演员后，我们再讨论一下。好了，我们就在这里讨论一下吧。根据规则，我们需要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投放，那么，所以，我想我们可以进行一场快速对决。毕竟，如果怪物上楼来，最弱的，我同意。行，没问题，我没意见。这么可怜吗？那么不如
里面可能没人吧，别守着这一个房间耽误时间了。安静。不要说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记得了？
们曾经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。爸，先解决眼下问题。可以，但是下船后你要和我走。我姓顾，我知道。不要暴露自己的名字，这里有监控。所以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暂时不会。我们曾经拜过堂，不记得也无妨。你去休息吧，我在这里盯着。我不用水。东西回来了，别动，也别出声。
故意要引开我。我走后，你暂时会是安全的。我会没事，不必寻我。枪不要离身。